可惜啦，洛西龙一多头啊，呢、这个第一时间个窝里施射咧射得好靓啊，刘玉健啊，刘玉健嘅施射好靓，可惜咧就系西就多啲。嗱，再睇睇呢个波啦，慢镜啦，第一时间咧拉西射嘅呢、这个波啱啱柱边咧出咗界。好啦，咁啊睇睇啦，而家点啊？后争潘耀卓，哎好嘢，硬低咗个波先。咁跟住一踢咧，又省咗人啦，省咗埋嚟中间喎。搣晒周少雄啦，周少雄啦，俾你个文亦都系攞唔到嘅。俾张阿林咧接两股，跟住俾佢，哎，大家都俾出波喎。阿豪猪点啊？冇人俾啊？冇啊，局大啊！哎，带咗两届咧，俾人逼甩添。哎呀，想话孔佑走咗啊，好在潘耀卓咧闩咗个波出横边。严嵩咧想话孔佑走咗咧过呢个潘耀卓嘅，好在卓仔咧将呢个波咧就系闩咗。王胜借大连实德咧抌间外球。系啦，咁佢禁区入边啦，即刻拉西，哎，拉又拉得靓，一个正中央嗰头有胡少军嘅施射咧，冇咁多量出场啊！嗱，再睇睇立慢镜啦，胡少军都拉得靓噶呢个窝里，但系过唔到咧量出场。好啦，十八分几钟，接近十九分钟啦，仲未有纪录啊，仲系零比零。大连实德嘅射门次数咧开始多啦，话分别有周哲啦，周哲嘅机会系最好啊，咁啊，但系呢个周哲咧就原来咧系。未足廿一岁啊，好年轻啊！八一年嘅一月中咧系生日嘅。摸下将波俾翻后边周超雄，阿周超雄嗰个位置几特别喎，移翻上少少，佢作用好似系防守中场。咁呢个位置咧，佢喺以往本地嘅联赛入边咧，周超雄就比较少担任呢个位置。大连实德嘅教练抌翻后咧。是俾安迪尔森，再加翻俾清道夫的桂铭义，而右手边呢个就是王胜。北方球队咧，佢哋一般嚟讲个身材会比较高大啲，比南方球员。好啦，有射门啦，冇错啦，拖过咗啦，呢个咧系黄鹏拖过咗禁区外咧，就系起到脚射嘅冇乜力嘅地波。咁啊，再睇一次啦。咁啊，差唔多每一分鐘咧，大連實德都有一次嘅射門，不過射出嚟嘅效果就麻麻地。最好機會就係、是、我都係重複講一次，就係、是、周哲嗰個啦。咁啊，嗰個波係冇越位嘅。咁啊，石仔咧就喺下邊喎。咁啊，趁住呢個時候，不如我哋聽聽佢咧係訪問阿潘永義啊，睇睇咧係打咗呢二十分鐘之後咧，佢哋球隊嘅表現有咩睇法啦？唔該曬余啊，咁啊比賽已經進行咗二十分鐘咧，喺我身邊咧就係官山嘅。官山，上半場頭二十分鐘似乎打得幾慢，係唔係你哋嘅部署嚟嘅？我諗大家都係希望謹慎啲打啦，睇定對手點打啦，嚇、啊、打都打得好快場波嚇、啊。會唔會諗住上半場嘅尾段咧會同佢哋搏一搏？我諗我哋會喺下半場會同佢搏一搏。好啦，官山就露咗玄機嚇、啊，比賽咧會喺下半場先同佢搏嘅，交翻俾阿余先。唔該曬嚇，咁就見到李偉文喺禁區入邊咧急轉咧起腳射啊，咁其實佢都好聰明嘅。嗱急轉身之後咧，咁當時咧龍門或者其他嘅大連實德嘅守衞以為佢俾起咧，俾佢咧係佢嘅左邊嗰邊嘅，咁點知咧佢突然間轉身射咧，如果波如果射得靚嘅話咧，咁可能就會考驗到龍門嘅陳東。遠其實佢呢個機會係有嘅，機會係有咧，就問題就話、是、大連實德佢而家嘅戰意唔係好濃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時候咧係。爭取到著數是最好的時間了不過如果繼續這樣打下去的話我恐怕呢就如果是大連實德是入球先的話遠就會難我都呢是希望這個遠頂得住兼且呢偷到雞入一球先我想這個賽事就可觀性很大因為踢球是很難講的你如果輸開球呢打散了的時候呢個球員失了個鬥心呢咁咧就可能會出現好大嘅比數啊！咁但係而家到目前為止咧，打到二十一分鐘、二十二分鐘嘅時候咧，遠遠咧仲可以話係頂得住。雖然咧係有機會爭啲輸波，但係始終未輸啊！啲球員咧做士氣仲喺度噶。好啦，黃鵬一彈呢、這個波咧係回彈比較大力啲，望下輕落俾蔣世豪，蔣世豪一級搶話嚟一個車身啊！好在後邊呢個黃勝咧又冇啊，跟住再由呢個郭玉雄入邊撩下撩下，唉，郭玉雄咧又攞唔到啦，都算幾有威脅噶。郭玉雄今日頭先咧係得開啊，黃勝過下咧就。真係相當靚啊！好啦，今次咧由呢個史依剛俾翻佢喺中場策動，都係採取個地波啊！咁啊，雖然咧身材呢個大連咧就有勝，咁但係咧佢哋都係採取呢個地波踢法比較多啊！到時話咧係中路轟入去，好啦，黃偉德，但係咧急忙當中俾失咗，哇！阿優咧係好搏啊，
转翻过嚟咧，施光一俾来黄鹏越位呢、這个波，一早咧举咗旗噶啦。咁啊，黄鹏咧个位咁空，俾你慢慢控喎，真系。黄鹏廿三岁，咁啊，香港喺中国嚟讲咧，都算系好有前途嘅球员嚟噶。好啦，今次咧睇到呢个胡少君喺右边咧，胡少君好多机会踢波嗱，呢、這个长线交得靓啊，咁但系咧就越位啊。呢、這个波越位咧又梁成杰好嘢喎，梁成杰走出嚟喎，陈冠齐都睇得清楚啊嗱。越位嘅咧就系远远嘅球员啦，严嵩啦，咁但系主要咧就系因为呢个梁成杰喺中间走出嚟啊，咁今日啲球迷咧都醒目噶，戴定晒遮，戴定晒大羊帽嚟睇波，咁因为咧知道咧烈日当空啊，咁但系咧就佢哋都好捧场啊，好啦，一撞翻出嚟，望下顶顶到咧，大家斗顶，终于咧弹翻落嚟喺黄胜脚下，再撩上前边。胡少君心口压住，都要着做翻咗好嘅啦，一滴滴吸得咗，咁啊跟住咧自己趁龙运攻势，俾张世豪，隔篱有周超雄，周超雄一吸转定个身，啱啱好咧就俾到呢个邱权威，跟住咧系轰埋，咁啊前面冇用喎，轰埋咧兼系撞到呢个大连嘅球员啦，咁啊守门员咧系陈东，咁啊都相当得闲喎吓。咁呢个陈东咧就系守龙门，大家知唔系做柱，唔系香港嘅陈东师傅啊。咁大家身形个样啊几似噶，可能大家都系啲即系北方人嗰边啊。好啦，呢个波好高咧，揼落嚟，咁但咧都俾远嘅球员系瓦解咗。咁啊，黄伟德今日咧系都尚算称职啊。咁啊，几下高波咧都俾佢解到围噶。中间桂炳仪推翻定，又系揾翻呢个施光啦，由佢去拆动攻势。严嵩。咁啊，睇嚟咧都系向左边比，但系冇用啊！呢、這个波队友走到上嚟咧，但系咧又比唔到队友郭宇雄、阿优，但系阿优咧又避唔过呢个严嵩啊，俾严嵩截到，跟住咧严嵩自己咧推埋嚟啦，再俾个直线埋中间，再想话撞墙之后咧，但系严嵩翻身都攞到，俾翻呢边嘅胡少君吸定截高咗，哇！人堆当中咧依然俾到你严嵩起脚，哇！呢、這个波咧系斜咗啦。咁啊，睇到咧呢个大连嘅球员咧，啲脚功夫都几犀利啊！经常咧喺人堆度闯噶。嗱，俾呢个波咧，仍然俾翻落去。嗱，大家留意啊，俾翻咧人堆密麻麻嘅严嵩。咁啊，喺几个球员前边咧，佢唯一嘅选择咧就系射门。咁但系个波咧就啱啱射咗出界嘅啫。梁卓翔今日肯定好唔得闲啦。好，郭文迪顶唔到，望牙顶唔顶到咧，俾人揿住嘅。咁啊，但系咧球证咧就冇啊，俾阿士俾咗继续。再执上嚟，好嘢！黄伟德一偷个波，但系球证咧就吹罚啦，吹罚呢个周哲，就话咧黄伟德偷个波时咧，周哲喺下边咧就扫佢啊！蒋世豪、潘耀卓、黄伟德、周超雄喺佢前边，咁睇嚟佢想俾豪猪，冇错啦，头锤轻一线俾我哋郭文迪，哎呀，但系一攞脚啦甩咗啊！咁啊，郭文迪呢个波咧攞谂住转到身就好啦，咁但系可惜咧就已经俾人系督甩咗。再将个波咧系由周志雄想话斜正缝佢俾阿鸡仔，咁大冇用啦。鸡仔今日谷咗几段噶啦，今日啲天气好金噶，如果下下系咁谷就唔掂噶，留下放下留下放下先得噶。咁呢个波咧系进攻不成，又落翻喺施义江度啦。喺咧施义江咧亦都唔系俾长传，因为咧心明呢个今日嘅天气系最大嘅敌人啊，所以大家情愿喺可以嘅范围之内咧，就尽量将个节奏系拖慢先。到咧系埋门嗰刹那，或者系组织进攻开始咧，先至系快噶。嗱，你睇呢个巴西球员咧，系安定以心，亦都系啦。你唔埋嚟咩？我又加翻后边。桂明仪，好啦，俾咗前线少少个胡少君啦。咁啊，转两转都系俾唔出。而家夹硬俾翻黄鹏，黄鹏去唔到，又系撞翻后边嘅黄星。好啦，黄鹏，哎呀，黄鹏扭多咗啦呢个波。咁但系好咗咧，施光埋嚟帮手，辗转间啦，落翻去黄星度，黄星一放放个直线入嚟，睇下点知呢个第一个控刀梁成杰好嘢。梁成杰呢个波包埋嚟咧，就喺呢个对手第一控之下咧，喺呢个周哲第一控之下咧，有一甩脚咧已经系督埋嚟。大家留意啊，嗱，呢个波最一控，个波佢未翻身攞得翻咧，梁成杰就到啦。如果你帮梁成杰埋迟少少嘅话咧，就俾周哲咧可能翻身起到脚都唔定噶。哇！你睇梁成杰好似好辛苦咁啊。好啦，咁角球开出嚟，从高落，大家得批咗后边，咁但系冇六三追出去喎，咁啊只系见呢个严嵩咧系埋到嚟左边攞到个波，再攻翻埋嚟，应该郭文迪顶到，但系撑高咗，黄柏斗翻埋嚟中间，又逃唔过中间嘅潘耀卓啊，咁啊今次咧就攞到个界外球嘅啫，立即掟啊黄柏，掟咗出嚟胡少君。李慧文咧今日咧逼得好紧啊，但系咧因为始终中前场咧佢哋踢波机会都唔系多嘅，远都系受压机会多。严嵩再俾翻队友，咁
咁好密啦，而家院咧系焗住啊，因为对方咧系啲波咧系上得紧要，咁所以唯有咧大部分球员都翻嚟帮手噶啦。好啦，转翻出嚟中间嗱，空晒啦，俾呢个黄胜，但系咧起唔到脚，因为潘耀昌立即系出嚟截佢。呢边胡少君避过咗，都系冇办法起脚，因为郭文迪好勤力啊，一路咧拦住佢。好啦，今次有机会嚟个反扑啦，但系波马点啦？你唞咗轮噶啦，波马。哎呀，呢、這个波咧，但系球正一。当双方埋身咧，就吹过咧安迪尔森啊！咁其实呢个波我觉得可以唔使吹住嘅，因为安迪尔森咧做后卫，梗系咁样埋噶啦。咁啊，摩艾都系伸手摊住，但系拦住佢噶。咁但系球证个可能见到佢有犯规。好啦，开翻出嚟咧就郭荣顶到嘅呢、這个波，唉、哎，但系冇用咯。后边因为点解咧？见到李伟文咧仲嚟紧就俾人顶住，俾梁玉健顶住，点样去攻啊？哇！陈东呢生球开得几好、啊，转身已经大脚啦，开到过去，落咗两脚长度啊！俾翻梁成杰。豪猪啊！呢、這个周超雄转定身先，好啦，揾右边郭宇雄，咁系唯一嘅板斧啦。今日真系李伟文俾佢直线郭宇雄嗱，发唔发挥到速度咧？个波咧应该系追到噶，第一时间出靓噶，波压跳起顶到，咁但系咧再落翻嚟咧又过咗郭文迪身啊！呢、這个波如果啱啱好郭文迪后上嘅话咧，施展佢嘅百步穿杨啊！咁啊，但系咧呢个波咧俾黄鹏一捉落咯，斜线一弹弹过嚟好靓，严嵩推到入底线，中间有周志出少少黄鹏，佢俾翻黄鹏啊！哎呀，呢、這个波咧系食嘅啫，呢、這个好靓啊！你睇到严嵩咧个波系瞄到睇到黄鹏后上入而俾呢个黄鹏起脚噶，但系可惜咧起脚咧系射唔中嘅啫。如果呢波俾黄鹏嗱，大家睇慢镜睇啦嗱，佢一秒秒喺出边个黄鹏嘅，所以个波扫出嚟，但系可惜黄鹏咧冇办法咧起脚。拉弓用腳半面釘埋佢啊！咁所以咧，個波即係用掃波嘅梗埋咧，好輕易啊！咁啊喺球場上邊咧，郭耀咧有一次嘅機會啦，遠處有波啦，起個波啊！由呢個劉玉健咧係最終係將個波接落網，陳東咧就眼白白，唉飲咗豬肉湯咁啦，唔使陳東師傅煲湯嚟飲啦，呢位陳東老友，呢個波咧就郭耀咧好嘢啊！呢佢其實咧個效果咧，佢就唔係想咁樣嘅，佢係想將波咧一個斜直線拖埋龍門口嘅波亞，因為當時波亞空曬。但係點不知咧，仲做一個意想不到嘅效果咧，就係省足劉玉健將個波係帶入網。喺三十分鐘嘅時候，愉園一比零領先。雖然咧遠攻門次數唔多啊，咁但係咧就好有效啦。嗱，我哋再睇睇嗱呢個咧有一個長線傳落嚟咧，突然間冇越位㗎，完全冇越位。嗱，呢個波佢望到波亞，想話托俾波亞，就咁巧彈中劉玉健只腳咧入網。嗱，再從呢個角度睇睇，呢個波劉玉健咧係逼埋嚟咧。啊！一比嘅时候咧，就啱啱好一伸左脚，作为球员见到波嚟，唯一拦脚咧，竟然将个波拦入咗。诶、哎，呢、這个咁嘅战果啱我哋、哦，我哋希望远赢先啊嘛，而家啱我哋啊。咁啊，睇睇咧就系大连实德啦，点样倾全力反扑啦？不过呢个波咧，刘耀健唔摆乌龙都唔得噶啦。如果佢俾啊郭宇雄咧，就出到个波埋嚟中间咧，摩亚咧完全冇人看管，好轻易咧系射入嘅呢个波，焗住咧用脚扇，点知系扇咗入网，乌龙一球。咁啊，愉園咧係一比零咧係領先啦。烏龍波咧由啲劉玉健咧自己生呢個波入網嘅。好，睇繼續比賽又點啦？黃勝咧攞到波先，放過嚟右邊。咁啊，右邊邊誰咧？有個胡少君唔去得啦，俾翻埋嚟中間咧。史義剛咧俾過嚟，跟住一個回傳咧俾翻呢個史義剛。咁啊，但係啲豪俾蔣世豪咧就係跳過咗佢個波咧偷埋一個後生坐咧坐落對方咧撞咗橫邊。潘耀卓咧睇愉園抌界外球啦。上半場嘅31分鐘，喺分零鐘前咧就係愉園咧直接對方板斧籠咧入咗個波咧一比零咧領先緊嘅。好啦，咁啊呢個藍斯拉夫外援史義剛睇下點猛做假動作，壓翻埋嚟，哎呀，仍然咧俾佢攞翻將個波咧執翻喺後邊。